素演员都做得很好的 IU， 在上个月和宋康昊、江栋元等人一起前往坎城迎战。入围影后候选人的她身穿礼服现身，整个美到不行。虽然无缘得奖，依旧是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关注。而有网友发现了典礼上的可爱小片段，在 IU 起立鼓掌时，因为镜头突然拉近，让她一时之间直觉比了爱心和镜头互动。然而不到一秒就回过神来，整个瞳孔地震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让网友直呼真的是太可爱啦。平常太常营业比心，会有这样的反射动作也是难免。短短的片段也被做成动图疯传。 IU 之后接受访问时表示，因为镜头比任何时候都还要靠近，让她一下子很彷徨，因为自己是偶像，所以本能的想着该做点什么。没想到一比心，镜头突然转向李周胤，让她瞬间尴尬了起来，是在坎城影展上最大的失误。后来又发现被做成动图，整个非常后悔，希望下次可以有自信的做这件事。演员之恩和歌手 IU 之间的一时错乱，真的是创造了名场面啊。